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的话啊，我们终于凑齐了40个礼盒。我感觉目前没有人凑齐40个礼盒，像我这样啊，这个来做这个40连抽吧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啊，从第一个开始啊。第一个，1000块啊，1000块啊，还好。第二个，樱花雨伞，我有了。第三个。签名版，第三个好像蓝色气球啊，这个是黄的红的啊，不对，黄的绿的蓝的，是吧？黄的绿的蓝的，我看看啊，记得没错，黄蓝绿啊，蓝色出樱花吗？那也是随机的了，这个好像也是蓝色的，粘土。哟，中，哎，我刚买的这套衣服，你就给我开出来。1000块，哦，黄色气球居多啊，黄色和蓝色的比较多。5000块，1000块，5000块呢就是，还好吧。来，1000，我的天，给我来个多点的呢。1000，1000，我的天，1000，要不要这样子？1000，铁矿石还好。1000，绿色落叶没见过，粘土，樱花，哎，樱花时钟，哎，这个我没的，我终于出了一个樱花的，樱花时钟啊，爆米花机，兔子刚买了爆米花机，然后我就血亏啊，感觉，钱，哎，竹子的地毯，这个没见过，铁矿石。5000，还好。体重计也没见过，粘土。5000，还好。1000，樱花木桥哦，哎，这个我有了，你给我个樱花地板呀。1000，铁矿石，东方风屏风还可以哦。螳螂头部什么鬼？樱花棒，哦，樱花棒厉害了，樱花棒，好的。粘土，粘土怎么都是粘土啊？铁矿石，我感觉没啥了。哦，10000块，哎呀，终于来个10000块。流水树。好了，我们拿到的这个制作物品的那个图鉴，不是图鉴，图纸的话是这一个绿色落叶，流水素面啊，就是那个流水的面啊，可以用筷子煎着吃的。然后这个竹子，浅色竹子地毯，还有樱花钟，还有樱花棒，樱花棒有啥用不知道啊？就这五个东西，四十抽就出了这五个东西，因为我可能打到红色气球比较少吧，或者蓝色、红色这种气球比较少。啊，出的就比较少啊，出了很好啊，40连抽出两个樱花挺不错了，而且是没见过的啊，不止出两个，好像还出了其他的。我现在樱花是9个，还差几个，差5个，没几期，估计明天又要去刷一刷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拿到的东西啊，这个是中式的这个屏风啊，这个是爆米花机，这个跟外面那个兔子的那个颜色不一样。然后这一个是体重秤啊，体重秤看不清楚啊，体重秤我们可以用这个照相机模式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体重秤啊，真的还是有显示体重的，但能称上去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是中山装螳螂头部，然后这个是签名版啊，这个体重能上去吗？体重能上吗？并不能上啊，并不能上，这是假的，这个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是假的，有点坑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这个40连抽我们先到这里了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3连一下，或者关注我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